音说：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世音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色力指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转形式，亦复如是，色力指是诸法空性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有有无所生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名利无名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界，故普贤菩萨无智，亦无得，也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尽怪怪不如有恐怖有余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弥陀佛我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女咒，能除一切苦厄，真实不虚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揭谛，揭谛般若